今天要干嘛？今天要来测试你的胆量。怎么测试？看哪边？左手边。Till tonight, 街头搭讪，你好，我是单身，然后目前年轻有为，东武有一栋房子，还有一台老兵室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我们现在来到西门町的 Miss Game 密室逃脱，然后要体验他们的主题叫关落音，我们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玩再次逃脱？你有玩过密室逃脱吗？我玩过密室逃，但是没有玩过。哦，因为它是关落音主题，关落音主题，鬼屋啊或鬼片，你敢看吗？鬼片都不敢看，我刚刚看的时候是这样吧，然后剩一颗眼睛。跟我一样，有。我既不大胆，但是我有聪明。色大胆小，色大胆小。我们等一下在那个密闭空间就知道。走，来关落音。哦，好酷、哦。你都要开始了，有必要声音那么冷酷吗？要低沉一点，我低沉一点。各位有听过关落音吗？就是那个樱花掉落的时候，我去看它。你还敢开玩笑，就对了。各位记住今天你们的身份，你们是萧美惠，有一个女儿叫陈佩君，小名叫做佩佩。佩佩已经很久很久在阳世间没有任何消息跟踪影了，所以美惠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女儿已经离世，所以她请师父用关落音的法术送她前往去阴间，确认女儿到底是生是死，孩子有留下任何讯息给各位。待会各位在阴间行走的过程当中，如果遇到解不开的难题，你们可以跟帮你们施行法术的师父进行求救。这是一个阴阳对讲机，那你们有哪一位伙伴可以帮我冷静的带着他？冷静哦，你在好，我不冷静，你不冷静，我不冷静。好，师傅，我不想玩的。阴间也有管理秩序的使者，他叫阴差，他就如同阳间的警察一样，是负责捉拿各位的。所以等一下各位在里面行走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不小心遇到阴差，千万记住，请不要打他，不要骂他，不要踢他。没有对付他的方法吗？我又不能跑，我又不能被他发现。开过光的红布条，请拿到的伙伴，请将它系在您的双眼上。当你们绑紧绑好的时候，那也等同将阴差的双眼也给遮住，他会暂时性的看不到各位，但他听得到各位的声音。如果不小心遇到他的时候，请各位记得绑好红布条，安静躲着就好。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准备出发。转弯，再转弯，待会师傅会帮各位回复美惠的记忆，记住师傅只有准备三样法器帮助各位，其他的东西都是依照美惠真实记忆呈现。属阴间的物品记住轻拿轻放，不要带走它们。如果没有问题，就祝各位一切顺利。单太太，单太太，你今晚上打算报警吗？可以的。哦，可以的。太可怕了吧？什么？自己看后面。我不要。你帮我看一下。不。啊、你不要笑！没有声音啊！你不要笑！那个女生太……我都是被你吓的。我的妈妈！妈妈说这张拍坏了，要再拍一张美美图。啊！小哥，怎么还有我？你看到
我不敢进去，我不敢进去，我不敢进去。叫什么？郑师傅，我们现在好像进来一个房间里面。师傅，你下班了吗？哦，我们要看他的像日记这样吗？他爸妈在吵架，对不对？再下来，我觉得你要再下地桶了。男士，拿到阿妈的玉手的镯。另外一个是我准备给你们，那是法器啊，记得将阿妈的玉手镯放回珠宝柜里。什么？炉灶上面，就是有一排排好的食材呀、啊，放在盘子上的那些，记得将盘子整齐放入锅中，盖上锅盖。阿妈，来吃饭。现在你们可以带着三样法器继续往前进的。我不要打地的。好，走走走，我走。我先不要。放起来，就没事。先把他带出这个空间，离开这里，我才有办法帮助你。带走吗？不走吗？爸爸，您手中那应该是女儿的元神呐、啊，记得带着女儿元神下楼吧。怎么连续跑出东西？把门锁起来。哇，江。这种贴在元神上，因为它会很震。可是他说要摇哎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要拿，先拿。你绑好了吗？你别去，你这笨孩子。我选你啊！招魂就是我还要救这个女儿。对，你要救吗？先救你好。对，先救我自己。救我自己，我觉得好像轮回比较好。李龙最喜欢玩二选一。为什么？你要不要反向思考？反向思考，好像正常人。不要考虑不救。正常人都会救吗？我不知道。正常人不会救啊，连吓都吓死了。好，对不对？要救他。算不要救。慈母小美惠在此发愿，让爱女元神踏入轮回天道，愿与爱女来世再聚。你妈妈看到你的表现，应该会难过。我只会跳哎。跟佩君再见。可惜了。哦，应该是不管选什么，他都会。各位，游戏结束了。对。哇，我要招魂了。谢谢郑师傅。咚咚咚咚锵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如何利用？体验完之后，真的蛮可怕的。
我怕的是文文。请问一下你们手的部分、哦，因为这是一段关洛英的红布条变成红线的故事。如果你们对彼此不是很熟悉的话，建议可以一起来玩。男生就是保护女生嘛，那女生就是哦，可以放心的依靠。那所以这一段就有可能促成一段姻缘。因为你们今天体验这个密室逃脱啊，感觉好像在胆量的部分并没有增加。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给你们一个增加胆量的一个考验，让你们真正变成无所不能、无所畏惧。吓死我！大胆王，欢迎佩佩本人。哇，什么？嗨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不可以叫佩佩吧？他叫柠檬。柠檬哦，他是网文嘛。网文嘛，对，他是网文嘛。他想要稳稳莽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这个夏天蛮冰凉的，你不要让他慌了。那先从手，我觉得很恐怖。先从手。哇塞，哎，立冬完全没在怕哎、欸，怎么突然是动了起来？如果他勒住的话，你就往旁边稍微扶一下，然后你已经发现他勒住了，是不是？他不是要。像残猎物这样捏你，我是什么？他只是怕他自己最新法哭啊！喜欢我们频道的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我们的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。对，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好了好了，左下角哎、欸，左下角，左下角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他分不清楚是左下角。